今天的裁判，如果你是 iOS 的话，四号位就白补啊，有白雪有白白雪，然后没有白雪的话就白，可以摆爱迪生，爱迪生是被动是加护甲，所以还不错。因为今天的加护甲本来加防御在这游戏里面本来就是很好的一个效果，我觉得比加士气好啊。对啊，对啊。因为有时候你加士气的话，比如说你的德古拉发动，可能就会比较难一点点。然后有时候还看，应该说看看怎么配啊。像我刚刚那个组合，我有元婴金，元婴金有加士气，可是它是加全体20%，它就不会加到很多很多。比如说，如果你是带了一个元婴金，你又带白雪，然后你不是带白雪，你带冰晶，然后又4只转水鼠，那你全部人血量都是超多超多超多。然后你又带了一个德古拉，你的被动就很难发动啊！你要打到35%或30%很难打。铁木真 PVP 很强，女武神、上山、前信、悲迷糊、埃及艳后，没有你推图的话，推图的话，我会建议，贞德可以练。因为贞德的主动技很好用，贞德主动技是产生两个魔方，对，然后哦，廖天丁可以练，廖天丁主动技也是产生魔方，然后干小月月超吵的，然后诸葛、真田幸村都还不错，都是你好身心，然后伤害又很好，对。如果你前面摆女武神的话，你可能要想一下你妹子堆够不够啊？对啊，你要想一下妹子堆够不够。小叶丢高，一直听成田馥甄、铁木真、田馥甄，这么爱他。他推线速度有点快，所以要小心一点点。这个 AD 好像为了 poke 吃到太多伤害啦。哦，我们这个 Q 太精锐了，直接打到他。哦，他们抢不赢我们二的，所以我现在就是一直普攻上来骚扰。按这个 Q 没中，有中差很多呢。有中他，感觉我就可以上去再普攻，然后点到他出治愈或者闪现。给他这个 Q 刚刚没中，有点雷啊。他这个虚弱，他缴出虚弱了，我们还有双方都缴治愈。他等下再勾一次，我们虚弱的时间点要恰到好处。啊，又没中！啊，闪现都缴不出来，爆了！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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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叽，爆了！两个 Q 都没中啊，差很多。讲话下路对线基本是不会赢的，我们就要糊弄了，想办法稳着就好了。哦，探级是没嘲讽到啊。不消。AD 没闪，他 Q 要扣一下，干
不能让他这样直接走过来，这么爽的按了个一，还不扣血吧？多普攻他。哎，冲冲阿小！跟他们对线超弱、欸，轻松打啊！可是我们还是不能太嚣张，因为我们等级输了。哦，小女死！哇，扎克崩砸了！哦，他不秀没死，给力给力给力！就是一直尽量用普攻骚扰就好了。我还有虚弱，哎，他感觉他虚弱也快好了。嗯，哦，我们把小兵带走了 ，nice。我这边下180耶，所以是三分钟的话0900。nice， 哎，没中，点他，啊，我们五等了。jungle 应该在下对方的隐形矛，欸，太远不急。对方是带虚弱的，所以一波爆发的时候，这个大局好像会让他上路掉很多，欸，融掉，不过还行。龙肯定掉的，不过还好，没办法，因为刚刚决定要戴夫的话，其实掉的几率就很高了。没差，绩效用时间到了。1513，对方 AD 六等，我们这边是 BF， 他是十字镐，所以对打上面来讲会赢，我没虚弱。
在里面。不急，他后面是四只小兵，反正就掉兵，可是你吸到经验就好了。对，甚至你用 Q 吃都没差。他因为他下一波会死得很快，然后等下会大概撞到这个位置吧。前面小兵会被挡啊，所以他会被集火。你看他后面有六只小兵，其实你可以仔细看他你一只兵都没有掉，你这边一个 Q 就刷掉了，对啊。保持好距离，其实不用让自己的位置暴露在那么危险的地方。你原度翼没有买眼石，一三二。直接断掉，不要让他有勾墙壁的可能。感觉这 AD 还敢这样子，姜鬼就在附近。一边投资上路，一边投资下路，夜夜来两次，跟我们上路的同事被弄了两次，给力！我们上路012，中路有一点危险，可以往中靠。那第五师同样往中靠，22。Nice， 我操！到我！一个 support 啦、啊，真假要打？我觉得打一定输哎、欸。哦，这个治愈看起来是没补到。刚为什么圣定 AD 啊？刚圣定 AD 就会赢哎、欸，百分之百赢哎、欸。刚刚跑去找小叶叶打那个辅助中邪，每个人都在追纳蒂鲁斯，跟丢稿一样。刚嘲讽给陆西恩的话，圣应该一个人可以把陆西恩打死，配我的话。哎，应该是可以直接打死，然后残局后面打的就会比较好打，虽然龙女来还是会输啦。感觉人马跑应该要跟武术鞋一样啊，会因为被普攻然后降低跑速之类的。
干大太慢。大太慢了。哦、，nice， 反而会被点燃烫死。啊呜！剩大太慢了，在打的时候就要大回来了，可惜差了一点点。那前面护盾值太小了，他才十等的话就要更早大。护盾值很小啊，因为你要两等大卷，你护盾值才会够大。那你要早一点大，才会有办法下得来，不然的话就是要赶快 TP。中塔掉。是说刚刚人马应该要先死的。哎，人马在左边。爷爷，上路应该不会死，那个物防。中路三个。看得到吧？哎，肾是没大啊，啊，为什么不讲？妈的，这人完全不打字的，干他又没大没 TP 的。应该守不住，可是好像可以打架。开大直接操他了！不是啊，为什么跑去？哦，在阿里。好哎、欸，我刚没有很确定打不打得到他。我应该是打得到他，可是我没有想到他会走到那么前面去。白痴哦，为什么要去抓一个 AD 在那么后面的情况下 ？DB 而已啊。就先把那地主是杀了，然后他们就会有人支援，然后再慢慢拉拉拉拉拉就好了。啊！你跑去这么深的位置把一个 AD 抓掉，然后人家 TP 的点位就很前面，他会直接把你所有人 cut 掉啊！看，刚刚那边应该是会赢，你只要先杀掉那地主就好了。
被甩。啊 ，AD 死了。干的妈跟铅球一样，那 AD 到，干爷爷要死啦，爷爷在冲他小啊。最好是你现在给我去飞雀哥那边哦，那中邪、欸！啊，干嘛拉回来？干！肾有大吧？那等回补就可以了。打到后期比较强，只要抓得掉球女，球女只要第二件装备选金人，我们应该就爆了。啊！七龙三龙没后期啦，我们下塔什么时候掉的？没追，他嘲讽应该快好了，感觉肾刚应该要下去了。那两件坦装，超危险！
好险爷爷没回。看我这应该救不了他。他们上路不 OK 啊？龙女有个鸡巴的，一夜一个神开，龙女怎么靠北啊？太北了吧！应该在干我们家红。这样打完抽，好，我知道太晚抽了。这样打完抽，我干，我打错人了，爆了，我打错人了。咬他！龙女吧，他没大龙女。妈的，真是！一夜 hold 不 hold 住啊？这个血，不大。哦，这个照到。林老师嘞，妈的被蹲到，爷爷，爷爷，赶他我会跑，林老师啊。几龙？四龙啊！看能不能打一个会战，然后拿个八龙。我虚弱好像不能扣给对面的 carry 位，一定要扣给人马的样子。人马有点太痛了，因为他有三项，我一定要扣他。他只要一进来，我就要给他。
我操！中路。哎、欸，左边怎么被打掉啊？放掉，兵营掉两座还一座。我操嘞！夜夜一个屌开哎、欸！给力！为什么他一个人可以把囚女杀掉？囚女买惊人了吗？没有哦！妈，我想说他如果有惊人的话，怎么可能杀得掉？囚女跟纳迪罗斯，我这边应该可以帮助他退。会有守护家园，会有守护家园，会有守护家园。
你哪的？没中。踩我的脏脏东西啊，来吧，来踩，快踩快踩，上路是推的，中路再推一波转八龙，那血了多少？4700。哦，差点偷到。TP 上路 ，What the fuck？ 啊！没差，反正一定拿。所以阿里没进来，哦，他们在收人吗？干，唉，干，降维影。不会吧！
守得住吧。好，守不住，继续干。唉，为什么进不去呢？刚一定会赢啊！我们没有没有，那没有太急，因为那一波圣跟龙女都在上路，他们都在上路，然后我们可以直接选择先开，然后配圣 TP， 我们会是先五打三、五打四，没有，我觉得一定会赢哎、欸。不然我，你看我问小爷爷，你看哦，我问小爷爷，干老师他人在哪里啊？最后一波怎么样？